在7月3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说，美国财长耶伦以及美国前国务卿及现任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将于本周访华，中方期望从这些对话中取得什么成果。对此，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美就各层级对话与交往保持着沟通。中方已就此访发布消息，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建议你向主管部门来询问。